ケリちゃん。ケリちゃん。ん？好吃吗？おいしい？好吃吗？はい、ケリちゃん。爸爸的爸爸，情人节快乐！情人节快乐！谢谢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听懂？俺老婆跟俺孩子说的是情人节快乐，然后这个是情人节快乐，这个是老婆给孩子在家里做的巧克力，像各种各样的像这种。巧克力啊，都自己做的。動画でも言ったけど、在日本牛年把礼物送给男人。我老婆说的意思就是，在日本的话，就是女人把这个礼物，就是做好的巧克力送给男生。妈妈，そういうこと。所以我老婆就说的意思就是，今天我和女儿一起做巧克力。いや、それは言った。啊哈哈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坤，我是一个在日本十年里河南小伙。今儿特别高兴啊，老婆孩子今儿好像是他们在家没有出去，就是做了巧克力，自己做了巧克力，算是那个啥曲奇饼吧，送给我的。哎呀，感觉真是每年都很感动。这个是俺闺蜜的巧克力。咱中国的都是女生，如果说到情人节的话，是男生送给女生巧克力吧？我记得好像是，我也记不清了，多少年前的事。但是在日本的话是，女生做好巧克力送给自己喜欢的男生。所以说这也是个文化的差别吧。咋说的吧？反正都是为了我的可爱的女儿，你可以。帮我点一下关注啊，给你讲，给你讲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吗？甜不甜？甜不甜？甜。甘い。甘い。甘い。甜。巧克力甜。甘くておいしい。我是刘坤，带你了解最真实的日本。なんか言うの？如果你喜欢的话。可以帮我点个关注啊！我是刘坤的老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了，咱们下期见，拜了个拜，再见，拜拜。拜了个拜，拜拜。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